中央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周伦，今年六月的冬天加夏酷天，观塘工业基地度有一级保育类动物财产多鼻孔珊瑚。环保团体六月的用药的来屯环保署提出申请，要求要拆售观塘工业基，还有观塘工业公安多百个返品处分。不过环保署按照回复的公文讲，工业区部分环境健康差异分析含体审查，故所无拆售的必要。环保团体今日都再过就行政常识法第128条，用拆体居民的李海冠黑人的身份，同环保署申请废止，也算拆售，也在案内按多百个返品处分。新市政明确，让环评撤销。不满环保署没主动撤销管统工业区同管统工业公的环评处分，环保团体同菜铁居民过几摆提出申请，今日用居民的身份就行政强司法第128条提出利害关系人的变更申请，分别就系撤销王百所有的环评处分。有新市政以外，哈，对外连菜铁人系有利的是啊市政。因为呢，要照啊环评法来捞起废纸。环保团体讲，环保署回复的是讲，做将忙于完整的后续研究，都难撤销环评结论。所以列白消息包含一些国际三辐胶后废期刊的资料，同财产都被控三辐群体的 GPS 资料列到，希望废排往白所有的环评结论，每本中如开始都去签新的替代方案。环保团体提的这个陈情书，这我们收下来了。那我们会就他的主张，我们会去评断之后依相关规定来处理啊。环保署回击连满中油案上开发的管统工业区勘查监控分析详细网做好，需求专案小组无去现场做勘查，实际了解当地的生态情形。环保团体讲，那些环保署恐怕要撤销往摆所有的环评结论，没有可能提起数年也是行政诉讼，动落开发案，保护连满造礁生态前丰富的泰坦造礁区。看看新闻，王万吉、刘文飞特别报道。